上一次，我们是考错听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创作音乐的话，我们今天有带最后十五张的 EP 到现场来卖，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回响艺文那边这样子。然后里面对有收录今天的并不是像美景，就是温柔的人默数三秒，还有一首今天没唱到的歌这样子。然后设计的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你不买 EP 的话送签名，如果你想签名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在那边买。对，我们在那边。写作文、拍作文可以来哦。可以帮你签啊，你不想签也就算了。没关系哦。那很谢谢大家愿意就是特地来看我们，或者是愿意花一点时间停下脚步听我们的音乐。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一直陪着你们，这句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啦。但是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在你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，给你们一些力量跟帮助。好的，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更多后续的消息的话，请追踪我们的 FB 跟 IG， 打 Ctrl T 就找到我们。然后 Ctrl 跟 T 之间建议有一个空格比较好找。那最后这首歌叫做《为我留的光》，那你们今天就是为我们留的光，谢谢大家留到最后了，耶！那你们想一下，为我留的光，那时候怎么写出来？就是一首圣诞礼物的歌啊，然后写完之后就觉得，哦，好疗愈哦。不是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它是圣诞礼物的歌，但是它是送给一个没有那么熟的朋友，就是希望还没有送过我一首歌。就是呢，为我留的光，我要讲什么？吐一个没了。反正也希望你们在觉得自己很暗淡的时候，要记得自己总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不经意的有照亮别人过。就像我那个很不熟的朋友，其实也照亮过我这样。那今天你们也要记得，此时刻你们有照亮我们，我们也有照亮给你们。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先感谢今天的主办方吧，谢谢他们有这个舞台，让我们有机会跟你们相遇，谢谢辛苦所有工作人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唱《为我留的光》喽。